电信局退休，因为电信局来通了电信的时候就退休，那我已经退休15年，那年是老师。我那些人都在慈济做志工，我是慈济的慈诚中老年，但是呢，他要有力量，所以呢，在2年前呢，我想感恩我的这个尹建年呢，告诉我这个机会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技巧推荐我，他说他想要买超保这个产品，他是人家改变，他知道一般人都是人家来找我，所以他就说他买超保这个产品，所以呢，他知道对这个药物要我上去要多买一点，我才会去找他。所以呢，他上去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摆好八卦阵，要推荐我几次。但是呢，我当天我并没有听下去，是一个后来的一个方面会，他又邀请我去，然后我才决定说我想来加入。其实我自己替他，因为他是一个重残障，他吃饭是拿牙签的。那我就接我自己替他。我一个月我当初加入的时候就有一个6000美金，就我一个月就完成了蓝宝6000美金。我掌声去给杰斯的，不是给我。我儿子呢，上个月也拿到蓝宝6000美金。我儿子是2000多警官，那不要跟人家说哈。他上个月的收入超过3000美金。然后呢，我退休的时候呢，我跟我太太的退休金在大通买了栋透天房子。当初花了900万，我现在是给人家一个500美金，我上个月的收入等于有26套1000万房子在租给人家。哇！所以这个杰斯真的是，我真的跟各位讲，我在原来的参考的时候，如果你要领到这个收入，我跟各位报告，3代要15万美金，个人消费要3000美金。但是我在这里一天细胞片钱就可以领马英九的薪水。其实呢，这只是一个刚开始，我要接着跟各位邀请各位一起来参与。其实呢，是一个年轻人的机会，中年人的舞台，老年人的机会，老年人的希望。像我这种年纪的去当守卫都没有人要。但是我觉得透过其实这个平台呢，发光发热。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跟各位分享，有两个和尚呢，在一个山上修行。那山上没有水，所以他们每天要到山下来挑水。经过很快，3年一过，他们变成了好朋友。可是有一天呢，一休和尚发现二休和尚并没有来挑水，他想到今天等，他睡得太晚了。结果第3天他也没有下来挑水，他想可能出事了，所以他挑完水呢，就到山的那一边去找他。结果去的时候发现他在打太极拳。他说：“二休你没有去挑水，早有水可以喝呢。”他说：“你来呀，我跟你说了。”那3年来呢，我漂完水之后，我就用1个小时的时候挖那个井。3年的这样井已经挖好了，我现在不用只漂水喝水喝了。现在全事业跟全村中的人都是吃这口井。在杰斯里面，不管你现在做什么行业，你这一天都给点的时间去建立你的资金收入。那我想呢，各位绝对可以跟我一样，很快的在这里发光发热。我来感恩28世的也有这个机会，大家一起来感恩大家，谢谢。